给我来两个猪蹄儿。哎呀，这小猪蹄儿挺好啊，白的。来，哥们们，我看着好东西了啊，看着没？这肚心儿，这玩意儿可不好买啊。来两根。猪肚心儿12块钱，一斤。我这两根花了7块多。哎，这玩意儿这个烀熟了，炒点小辣椒，嘎嘎香。哎呀，俩猪蹄子50多。这小水今年多漂亮啊，今年水大呀。这是浦河，我是路过这块儿，前面就是我租房那个地方。猪爪有点毛啊，咱撩一撩。抽个水。葱姜花椒大料老抽生抽胡椒粉青盐冰糖这咋点不了呢？我哪知道啊？啊，皮筋儿。这个得锁上。嗯、这不锁上吗？喂，那个是开，这不开吗？你看不着这箭头啊。啊，得锁上啊。对。皮筋儿。对。那就开始呗。开始呗。可以煮饭啊、哦，保温，精煮饭、煮粥、杂粮饭，哎呀，挺全的这个。大姑娘回来睡了3个小时啊，从她姥爷家回来，你也太能睡了，大姑娘啊，呵呵这小样。咋的了？这小眼眯的，咋的了？咋干啥？抱抱我，来吧。叫啥？你叫啥？嗯？哎呀，洗手呢，现在洗个脸吧，洗个脸。还有5分钟，它自动给设定的35分钟啊，70度，70压力。你看看到时间它自己放气儿那个。哎，一下一下放，这得放啥时候啊？啊，有快速泄压，这快速泄压往出喷呢。哎呀，大宝来了，看见没？哎呀，谁呀？谁呀？我都要走了，我都穿完衣服了。完，他爸，我就听他爸。大宝，你妈要走了，你去不？把绑绳绑着，完我爸说捧个叶多好。这大葱叶子吃点儿。我就要两颗都行。吃点那什么？吃点那个茄子土豆。葱叶我都没舍得折，我一会儿。这个是他穿大的还是穿不了的呀？有的短的，但是我姑娘也能穿，就是有的腿短啥，但是也肥点。像这个过两天穿就薄了，我就都给你拿，我就穿不了，你就这不给他拿就了。热乎了啊！哎呦，洗了。要是整嘎嘎亮。2月份的吧，都肥啥样的？来，给大宝整点来。你给他掰开，给他拿着啃呗。不行，那这针可深呐。好吃不？你家晚上啥菜啊？吃的土豆花米饭。妈给你整一个。
竹子糊的怎么样？嗯，好吃不？姑娘。对，好吃就行。哎呀，太美呢！你看大宝美呢，这小猪蹄的酱里绝对没毛病。这个可辣乎。嗯，给，就没有外味儿，没有那什么腰料的味儿，就好吃。有点咸是不？那小脚丫还干上来了，那姑娘啊！爸爸，你看我姑娘那小脚丫。那谁，你干活没干活啊？哎呀妈，今儿没活，今儿搁厂里待一天，吃饭回来的。这两天都没啥活。哪天再没活，我上楼吃点饭，吃点火锅、烤肉啥的。行。回到这两天。告一声，告俺俩一声。赶礼拜六、礼拜天啊。赶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完了。礼拜六、礼拜天。要不来？吃点火锅呗。行。嗯。等那个。他有时间不容易。他的过节就是正好过节那天忙了，干活去了。然后他说昨儿个今儿个嘛，待着了，没干着活。昨天别说没干着活，昨天上室内去一趟。下礼拜天，礼拜六都行。别忙，他又干活了。那我告诉你，我们准，那哪有准像那回事？他也没准，肉都买完了，他可真没。没事，干活在冻上呢，就死等呢。嘚嘚嘚嘚，拍，拜拜。哎呀，大宝，拜拜。哎，哎。嗯，走了。走了是吧？你咋的，姑娘？猪蹄一点都不咸，你咋没啃呢？啊？你咋没啃？啃呢？我这玩意儿啥不两块，我把那个猪翅糊了，完了给它冻着呢，拿天一炒，拿天椒一炒，嘎嘎的。姑娘，这脚干啥呢？这小脚。哎，那有用。那小脚往上一搭，这家伙，哎呀！我记得头两天谁给我留言来的，大军呐，珍惜现在吧，过两天吃饭呐，就给你糊了那满炕满桌都是。拿了，拿来，脾气还不小，没老家桌的劲儿是不？啊，姑娘，来。那叔叔阿姨摆一摆的，俩人用行，咱俩人用行。来摆一摆，嗯，哪有用啊？那怎么晃脑呢？哎，对，拜拜。哎呀，你看，拜拜。